长了拧啊？正长，正，正有拧。耶耶，拧呗，拧呗，就这，就这，你拧，你管管看会不会？哎，好。向左拧呗。向左给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全纠结弄个盾圈儿，干嘛呀？几万用的。没了，没记住养它，是吧？这个咱买个网来着，好网，好不好？看头上镶的玉圈啊，看着就是的。你一不来，咱是进不去的。他拿着钥匙的。出现在前面了。哎，那谁找啊？哎，快钱！快钱！你充钱，看着像你车，走呗。走走。你不来，俺会过去的。我不来，那就过去了呗。大姐，你掌握着嘞。妈妈。舅爷爷呢？你俩舅爷都不在家，你姨拿着，你姨奶拿着。上回拐上都没开开，你看那脏了，仓库了。我们买这个大仓库的，是。哦。大仓库跑跑去了，屋里不吵啊。哎呀。你看呀，你看恁舅这。你看啊，他这活儿也不修了，长成这样了。不到这儿了呀，这你看啥呀？天高了。都在修，你看他这要是一块砖是多好。他这现大。他错比咱这错多呀。他这开的大。拿一撂不香啊？拿一撂不就狠狠的一拿过来钥匙。到那儿接着来给他修修。木里院，你看这咋弄？到那儿也修的全都弱，是不是？木里院，木里院给他修整个那个。都不给家了，也没人修他。你总是来的勤着给他修修。我做事也是家没人了，都不修。这是呀，看你这个大院子，不是啥啥啥，这是啥？这是牡丹。牡丹。牡丹，那都别这了。都开败了。那开败了。妈的，一看见花儿就叫牛妈。人家那姨奶说这是牡丹，哪一个不种？主要是他的园区啊。不是，那是那，过一会儿。别过一会儿呀，你过一会儿，过一会儿呀，这不能多输了，一看也没修，也没你看多少。这天就引了雨，接着拿回来修。他这是四季柜，他不是金柜。我想起来，谁叫你看长得？你看他这会儿这红辣菜，不懂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不就是个土公英了吗？土马菜，这是土干。土马菜呀，必须得有个，有个长得太大，咱们说说呢。那就拿俺药吧，那啥跟村的那个木桌啊，没找着那亮啊，多漂亮！你看看看屋有木人呢，这是看屋木。你问问村，叫我是有村的电话吗？有啊，咱再问问看。全家拿药吧，你看看呗，看看这木人啊，这木子也木了。你问问村，看他拿了没？他会拿他的盾圈啊，他也不中的。想看俺舅爷，舅爷没给家，想看俺舅爷。你妈呀吧，也不容易，他真的妈呀了。不会妈呀，他也不妈。你先说，先说。是吧？把我看门的。你看咱坐这乱，你坐这舅爷都给家坐着，我给弄啥？先坐这儿吧。先坐这儿吧。坐这儿看看，看看恁舅爷家的屋。我盾圈全家拿吧，全家拿俺药吧。因为啊，摸到这屋里，看身上那拿的土啊，土摸到这屋里扑腾腾的摸，不然也懵。舅爷。舅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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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一声舅爷就，你心里不正味儿。走走。走吧，走吧，看好了，走吧。还挂着，厉害呀。挂上不挂上什么用嘞？晒的都不管了，甭管。你们自己吧。哎呀，没那都说说，一样家也没人了，去哪儿吧都是。那可不，你瞅。走吧，走吧。往这石头先带点粮食。走吧。这纱窗都给它弄开。出来扫扫吧。哎呀，人多了一声舅爷，喊的叫心里疼。弄着很不够，成味儿的来了，又没见过人。
戴上帽吧。弄上他给他外地，那就都看不今天多拿的钱袋吧，也没个人。你那把也这些去了，你就多弄点，老师我给他就下去，叫推进去。哎，推那屋子里给他放放，老师我就不了。哎呦！这弄了我啥时候还带过来？搁那儿吧，搁那儿吧，这家伙。出来一年给我一次喂鸡味儿，吃一个真的。哎，走呗，小哥。走。个人住那还吃这个多了，简直一户儿没见识。我回家还得跟你叫鸡味儿服务的我嘞。走了，走。那这回去呗，别吹了，别吹了，这一会儿跑回家。回去吧，你回去吧。你这一会儿的呀，十来分钟跑回去了，可没事了就又来了，走了啊。要不是慢慢的啊，哎，说你在这儿吧，朵儿。他不在这儿。你敢不敢跟着我下午回去？不愿意。